舒服还有的笑哦，哇，这个身材，我看到，就这个。那你是台湾人吗？对啊，我是台湾人啊。你是台湾人吗？我是啊。要不然你台语几句来讲看看啊。Sure. Are you sure? 我会六国语言。Are you serious? I can do anything. I'm serious. 我就是很 real. What? 他直接把我踢走。聊天室，表脑好棒。现在在影片开始前呢，大家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哦。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菜。记得在前几个礼拜，我助理帮我上了一支影片，就是我在这个沙发上喝醉了，相信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吧。然后那时候呢，我记得我跟大家提到说，我那时候有玩一个交友软体，可是大家都不理我，所以呢，接我的员工们，他们跟我说不用担心，有另外一款可以玩，什么交友软体啦，快拿出来啊！就这个啊，我觉得这个真的超厉害的。它是蜜雅交友软体，蜜雅交友软体，多人语音运动啊，语音很刺激呢。然后除了这个以外，那就是一样啊，你喜欢哪一个，你就可以可能说赠送礼物啊之类的。我可以赠送礼物吗？可以，我可以赠送礼物，可以。那我就去过那边就大傻逼，这样的意思吗？哇塞！我原本说张无忌的妈妈说过这句话，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那我告诉你，蔡大盘，今天我在那边说这句话，80%以上的女生都是淫荡的。我觉得大家不要害羞，我们今天看这一台了，妹妹们、姐姐们，放开自我，告诉男生，就是你知道有些男生就很拖，他们要碰你不碰你的，我说你暗示你了，真的好烦哦，是不是？对，然后在那边推来推去的，啊，你是到底要不要啦？是不是？我想问，嘿，那是不是我都遇到那20%，我一直没遇到那80%？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如果没有的话，就只有一个原因，他没有那么喜欢你。帮我这边剪一个，他上次被老鹰吓到的那个脸。你看，你就戴这个头套，又养一只这个，哇，哪个女生？是吗？不为你找你。好，那现在我们来逛一下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可是我现在这里面看到的都是女生，哦 ，Super Idol 的笑容，哦，这个身材，我看到，就这个。你有听到我的声音吗？有听到。那你是台湾人吗？对啊，我是台湾人啊，怎么了吗？没有怎么、问一下是哪里人应该很正常吧？你是台湾人吗？我是啊，要不然你台语几句来讲看看啊。Are you sure？我会六国语言。Are you serious? I can do anything. I'm serious. 那就对啦，不是啊？那你到底哪里人？你先讲清楚没？我就是很 real。What？ 他直接把我踢走，他把我踢出房间了哎！我跟交友软体到底有什么问题？然后他就把我踢出房间，但我刚刚就很 real 吧？你是来气我的？我们先去换一个辣的，你可能现在穿的不够辣，我们要一点那种贵气贵气的那种小姐。你说等一下我进去就不做自己，假扮一点，看今天会不会成功？哎、啊，老板，我们今天快就见。阿片是帮我上一个那个火龙果的那个照片，而且我们今天有一个重点，我们喜欢谁就是要撒钱给他。那你要我可以撒钱，他直接把我。好了，我跟你们说、我第一次去约会，我绝不可以穿这件衣服。这件衣服就是你要去钓凯子的时候勾引他们的时候要穿的，不是约会。约会这样太多了。那你的择友条件是什么？希望很会玩游戏啊，我觉得有技术都可以。然后第二个条件就是要会讲方言，但我目前是觉得说要会讲台语。哇伊哇不，你台语好烂。哇，加一起来哈、哦！快变成。好，现在我们准备要更加聊天。来，这个 AC， 哇，欢迎天才小姐，你好，你好，哇，你声音真好听。这样我会很害羞，我平常比较害羞一点。我希望今天可以找到我的男朋友。我跟你说，当前我们二麦、五麦、六麦都是优秀的小哥哥，我们现在100个金币就可以听一下他们声音，或者给他们300个金币，可以让他们来一段才艺哦。好。没问题，那我就是看这上面选嘛，对不对？花花吗？你好呀。你也是台湾人吗？莺歌人。莺歌人，好精准哦。那我们应该没有很远啦、真假？真的啊。那姐姐，我没有荣幸给你唱一首歌。我可以点歌吗？我点的歌很简单，大家应该都会唱。我想要听105°C。可以啊，那我稍微改变一下。哦，好啊。所以天才小姐，你应该也知道，就是我们台北市市长柯文哲最近就是比较辛苦，来做一段表演加模仿。Super Idol 的笑容多美丽的人，还有中午的阳光多美丽耀眼。
我先关个麦。哈哈那个校正回归哦，真是。他真的台湾人。到你有多可爱，跌到后悔傻笑的站起来。好，为什么那么的，就是反差很大哎，但他们年纪有点小哎，不过没关系，我们现在走老外路线 ，OK？ 搞不好我男朋友还没出生 ，You got it？ 嗯，还有声音吗？哎，欢迎我们的天才小姐 ，Hello，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边有男生有什么才艺的吗？或者有在找女朋友的吗？岳母，你在找岳母的是干嘛的？妈妈吗？找岳母，那大家都点进去看你的那个人资料，仙女老啊。你好，姐姐。什么姐姐？你刚刚说要找岳母，你应该叫我岳母吧？岳母啊，我叫你花嘛。什么花嘛？你这个房间也太不友善了吧你？你想我叫你啥？也没有想你叫我啥，就你开心就好。你是哪里人？开心我才会开心呢。真的吗？你几岁？我广州的。你广州的？哎，那你会讲广东话吗？会啊，我喜欢会讲方言的男生。所以你说你18岁是不是？对啊。那你是怎么星座的？我是天蝎的。你知道我之前很多天蝎的男生都会死在我手里啊，不是啊，我说天蝎男生都跟我很好，觉得很爱我。那我现在要请你说出一个，就是你觉得曾经做爱最疯狂的地方。酒吧？你要试一下，我建议你试一下。那你要带我去试吗？我等一下再跟你聊天，我等一下再回来带你，你等我，我去下一个房间。你别走远哦。好，拜拜。拜。我觉得我已经选定了，就是他了。我在想要不要回去给花花一个再重新唱歌的机会。可是我这个人就是已经定了，我觉得心不在焉在别人身上哎。欢迎天才小姐。你好。你好。有哪一个人想要跟我聊天的，打个字给我看看好不好？哎，这个这边我选到了，我给他送他一个可乐。哦，你好，我想问你几个问题，请问你是哪里人？我是大陆人，贵州。哪里？贵州。哎，贵州，我知道，我之前去过的。对啊，哎，你真的来过贵州啊？是啊，因为我之前有亲戚在那里。那你几岁呢？你想我几岁？认真的，认真的。20来岁。20来岁，那你会什么才艺吗？给你表演一下吧。行。配音的东西。好，好，好。你不是这样聊下去就很难聊吗？因为你已经心有所属，你现在就想要回去那个房间找肖。我竟然叫他名字，怎么会这样子？什么的话？哎，姐姐来了，溜达一圈，感觉怎么样？还是我们挺好，是不是？嗯，你们是挺好。还是我们哥哥帅，是不是？你们的哥哥帅不帅我不知道，可是你们哥哥嘴巴还是挺贱的。啊、这样的姐姐，你跟我们全麦刷一波那个男神好不好？这样是吧？嗯。唱了吧，谢谢。小姐姐，我是三麦的，我叫一木，我会喊麦，会说唱。说唱 ，hip hop 呀。我是四麦的。四麦，他叫旭。我的小宝贝，说你是一木。哦我。小旭看到你的腿就忍不住流口水。你们女生真的喜欢这种？没有，这个一定被我刷掉。这音准有点不够。好，我是六麦的，我叫肖，擅长说唱。他是忘了我是谁。我叫艾优，我给你开一段乐。这怎么了？我的 B-box 好很多哎。我在反串吧。我是当前一麦的乔儿，我擅长唱歌，可以喊麦。蓝色海黑色，黑黑亮亮，蓝色摇身。耶！对，我想跟卓然互动一下。你好，小姐姐。你是哪里人？我是成都的。成都的 ，OK。你刚刚唱歌很好听哎。你很有耳光。你先唱几句给我听听好不好？你喜欢听说唱吗，小姐姐？啊，行，你给我来个说唱呗。有时候你我都不懂。嗯？带着选择困扰着我。怎么可能？想最后就吹他走，不花钱。我也要加清唱，算一下，不要猜人家台词。我现在脸色是不是逐渐明堂？
这也太有才华了吧，真的很厉害哎，非常的会唱。那我这边就是在这个房间要带走人的话，你把我带走多久了？啊？就是你要带走那个人多长时间？对不起，我要带走那个人30分钟。我现在已经有决定了，那我就直接刷给他，是不是？所以你直接刷给他，他就跟你走了。怦然心动，这个吧。我就知道。Oh, no. 等一下，二号麦直接走了哎，他直接闪了哎。好，我们现在把我们的房间开好了，所以肖来了，肖来了，肖来了，嗨，你好，你有很讶异吗？你觉得我会回来带你吗？可能我会在别的房间认识别人呀。没有啊，我很相信缘分，你知道吧？那就是很高兴认识你。那你总是要对我说出几个就是土情话吧？你总是要撩我几下呗？我撩你啊，又很遥远，你能不能做我最后的港湾？你的土味情话为什么会有搞完在里面呢、啊？那是港湾。港湾。你讲好了呗，是港湾不是搞完。好啦，我就喜欢你这样，没事。那我今天就差不多这样子，那你要亲我一下吗？ Kiss kiss your little face. Oh, thank you. Bye. 不行，太害羞，他 kiss kiss your little face. 哎，我刚跳出来啊，跟肖聊完，我发现这边有这个点单的功能。你点单功能是可以点台的意思吗？对，就选你自己喜欢的。那我要点进去啊、哦！哎呦，有女性，有男性，这边有一个就是很会唱歌的叫繁体诗，我们直接进去。Hello， 你天菜小姐吗？先送2000块的东西。有点新，你是新来的朋友吗？我第一次看到就是新进来的就直接大傻步刷起来，那个速度是非常之快啊、哦！那肯定，我可以上麦吗？你可以上麦吗？我跟你说怎么上麦。嗨，我们这样就上麦了吗？对，上麦了，你已经上麦了。嗨，凡提斯，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能够视讯吗？视讯吗？这么快速的吗？我这个人就是速度很快。那我们可以加个 line 吗？可以的，你私讯我一下。哦，嗨。哎呀。哇，很讶异，就是长相非常的特别。你是台湾人吗？一般。那另一半是美国。你住在台湾吗？我现在是台湾的。你唱歌是会走哪一个路线？我都唱。我要听高尔宣。听高尔宣可以。你说你现在可以清唱一下吗？你要清唱高尔宣吗？我比较喜欢 Why You Gonna Lie。 So if you gonna leave me like that, why you gonna say that, yeah. Here we go again right now. 但我都没说，因为我相信 Why you gonna lie like thatWhy you gonna break my heart? Cause I believe it. 你说的我全都信。可以耶，就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搜寻一下我们的主播凡提斯，好不好？好，那今天就祝你晚安咯。好，谢谢。拜拜。拜拜。也算俊俏哎。可你也不喜欢混血，你喜欢土。但我们可以就是 just be a friend。我喜欢土的或者肖啦，所以你不觉得肖就很 chill 吗？好，算了，你们不懂了。OK， 反正今天不是就是你们要让我感受到交友软体的温暖吗？那你有感受到虚拟男友的温暖了吗？有，我觉得肖可以啊，我觉得我算大成功。好啦，好玩。那如果呢，大家对 Mia 也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玩玩看哦。那我们的下载连结会在下面。那再来就是，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的话，记得帮我订阅、按赞、打开小铃铛，然后分享这支影片。大家拜拜。那你要回去听柯文哲吗？我自己也可以模仿。来，我想这样。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OK， 拜拜。